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人工智能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AI 健身教练，塑造数据完美身材；二、AI 语言学家，解码语言的机器智慧；三、AI 时间管理师，编排每秒的智能生活。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AI 健身教练，塑造数据完美身材。各位健身爱好者，数据追踪者。 以及那些对于自己的身材有着深刻自我认知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AI 健身教练如何帮助我们塑造一个数据上接近完美的身材。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数据完美身材。在过去，这个概念可能是根据杂志封面上的模特儿或是电影明星来界定的，但在数据驱动的今天，完美已经被重新定义为一系列的数值，体质百分比、肌肉量、心率，甚至是睡眠质量。 这些数据成为了我们追求健康和美丽的新标准。进入正题，AI 健身教练是一种结合了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生物统计数据以及个人健康记录的系统。它们可以通过智能手表、健身追踪器或是智能手机应用来收集我们的运动数据。这些 AI 教练不仅能够记录你的每一次深蹲和每一片汗水，还能够分析你的进步，并根据你的身体反映调整训练计划。想象一下，你刚做完一组令人精疲力尽的卧推。 你的 AI 健身教练，让我们暂且称他为数据达人，就会跳出来告诉你，根据你的心率和肌肉疲劳度，你应该休息二分钟二十七秒，然后进行下一组训练。这就是数据驱动的训练计划，既科学又个性化。但是，故事并不是总是这么美好。有时候，这些 AI 健身教练可能会变得过于热衷于数据，以至于忽略了人的感受。比如，当你在一个雨天里懒洋洋的躺在沙发上时，你的数据达人可能会无情的提醒你。 你今天还没有达到部署目标，或者你的体脂率比昨天高了百分之零点零一，这时你可能会想要对他大喊一声，给我一点人性。但别忘了，它只是一个机器。不过，正如所有伟大的科技一样，AI 健身教练也在不断进化。他们开始学会如何更好的理解人类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并将这些因素纳入训练计划中。这意味着未来的 AI 教练不仅会告诉你何时该做深蹲，还会告诉你何时该休息一下。 或者何时该和朋友们去享受一顿美食。总之，AI 健身教练正在改变我们对于健康和健身的看法。他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追踪和优化我们的身体状态，让数据完美身材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在追求这个梦想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有时候最好的训练计划可能就是听从自己的身体，偶尔放纵一下自己的心情。毕竟，即使是最先进的 AI 也无法取代人类的幸福感和生活的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语言学家解码语言的机器智慧。各位亲爱的语言爱好者、机器学习迷和未来的语言学博士们，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些不需要喝咖啡、不会抱怨加班，也不会因为周末要加班而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的现代奇迹 AI 语言学家。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 AI 语言学家。这些不是穿着格子衬衫、戴住老花眼镜的大学教授，而是由数以千计的处理器和数据构,构成的复杂算法。 他们的工作是学习、理解、翻译，甚至创造语言。是的，你没有听错，创造语言。这些 AI 不仅仅是语言学习者，他们还是语言学的创新者。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些 AI 如何解码语言。想象一下，你给 AI 一本《战争与和平》，它不仅能够在几秒钟内读完，还能够分析出托尔斯泰的情感波动和文学手法。这些 AI 通过所谓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技术，能够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 他们像是超级英雄一样，具有 X 光视觉，能够看穿语言的表层，直接触及其结构和意义的核心。但是，这些 AI 语言学家并不总是那么完美，有时候他们会像学习语言的小孩子一样犯错。比如，当你问他们鸡蛋为什么会唱歌时，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个非常严肃的语言学分析，而不是告诉你这是一个笑话。这就是因为 AI 还在学习人类的幽默感，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语言现象。有趣的是。 AI 语言学家在学习新语言时，有时候会创造出一些完全新的词汇或语法结构，这让我们这些人类语言学家不得不跟上他们的步伐。想想看，有一天你可能会用到一个 AI 创造的词汇，而这个词汇是从他对数百万本书籍和文章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的。这不仅仅是语言学的进步，这是语言进化的一个全新阶段。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 AI 语言学家正在改变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他们不仅仅是工具。 他们是我们的合作者，甚至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下次当你对着你的手机说话，或者使用线上翻译工具时，记得感谢那些辛勤工作的 AI 语言学家，他们正默默的在语言的海洋中航行，为我们寻找知识的宝藏。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时间管理师，编排每秒的智能生活。各位同仁、学生们以及时间的奴隶们，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 ——AI 时间管理师。 编排每秒的智能生活，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科幻小说情节，但事实上，它已经悄悄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 AI 时间管理师。这是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帮助人们规划和优化他们的时间分配的工具或服务。想象一下，有一个全职全能的数字管家，它不仅知道你的日程安排，还能预测交通拥堵、会议延迟，甚至是你的情绪波动。 然后给出最佳的时间管理建议，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但是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当 AI 开始管理我们的时间时，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过于热心。想象一下，你的 AI 时间管理师告诉你，根据最新的生产力研究，上厕所的最佳时间是上午十点十五分，持续时间为二分钟四十五秒，或者他可能会建议你在与伴侣约会的晚上七点四十二分准时表达你的爱意。 因为那是根据情感分析算法得出的最佳时刻，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机械化，甚至有点荒谬，但谁知道呢？在效率至上的时代，这种事情可能真的会发生。当然，AI 时间管理师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比如有些人开始对 AI 的建议深信不疑，以至于他们开始忽略自己的直觉和判断。有人甚至开始抱怨，说自己的 AI 时间管理师比自己的伴侣还要了解自己。 这无疑是一种新型的三角恋情。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反抗这种被机器编排的生活。他们开始实践所谓的时间解放运动，主张人们应该抛弃这些数字枷锁，回归到更自由、更有人情味的时间使用方式。这些人可能会故意不按计划行事，或者完全关掉所有的电子设备，只为了感受一下真实的生活节奏。总之，AI 时间管理师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利用时间。 但同时也提醒我们要保持对自己时间的控制权，毕竟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时间都控制不了，那么我们还能控制什么呢？所以下次当你的 AI 时间管理师告诉你现在是最佳的睡眠时间时，不妨问问自己，我真的累了吗？如果答案是不，那就大胆的熬夜吧，毕竟人生就是要有点小叛逆，不是吗？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谈谈了三个非常时髦的话题：AI 健身教练。 AI 语言学家和 AI 时间管理师，这些 AI 的出现无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创新。AI 健身教练使我们能够更科学的训练身体，追求数据上的完美身材。但我们也要记得，身体和心情的平衡同样重要，偶尔放纵一下自己的心情也是必要的。AI 语言学家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和使用语言，甚至创造新的词汇和语法结构。 他们是我们的合作者和老师，但我们也要记得，语言的魅力来自于人类的创造力和幽默感。AI 时间管理师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利用时间，但我们也要保持对自己时间的控制权，不要让机器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最后，我想问问各位观众，你对这些 AI 的看法如何？你觉得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你愿意让机器帮助你管理身体、语言和时间吗？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